Terima kasih sudah klik video ini, tapi jangan lupa guys klik tombol subscribe karena subscribe itu gratis. Dengan subscribe kamu support channel ini terus untuk upload. 身高 165 厘米, 体重 94 斤, 身材很好, 继续保持。 对不起, 请一个一个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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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起。 老板, 这葡萄怎么卖的, 甜不甜? 水果随便尝, 不甜不要钱。 这水果免费吃的吗? 老板说了, 不甜不要钱, 只要你说不甜, 他就不要钱。 老板都不要钱，老板说不甜不要钱。哎，老板来，找老板的是吧？啊，你是不是眼瞎？我们就是那老板了，见着免费试吃，这骗吃骗喝的，你到底买什么的？我要买那瓜子吃吃。我这顺便店哪来的瓜子？苗都不卖，我就滚！哎呦我的妈！ 坐，恭喜恭喜恭喜！哎，胖子，您看您这喝上这七毛啊，早着呢！啊，哈哈哈！哎，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本来这种超时间来参加全子的满月酒啊，谢谢你们，谢谢。感谢感谢。哎，好，客气客气。好，你们慢吃。来来喝啊！啊，一粒一粒。好嘞，贵州吃好了。哎呦我的妈！ 这个大红包，好了，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恭喜！哎，走了啊！哎，慢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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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这眼睛又得看不见，这是不是中奖了？你真看不见？看不见了，眼睛花了。那没奖。啊，找个有奖的给你看看哈。啊，这才叫有奖。啊，这是中奖。对，这就是有奖。我的手机拍一下，反正下次好认。这是中奖，怪老板。老板，对，这是不是有奖？有。那这样的话，我就多了，我就混一。 谢了吧啊！啊，谢谢啊！哎呦我的妈！你快一点，我有视频。啊，这喝着。行，谢了吧啊！好，谢谢啊！再给我换一下。哎呦我的妈！哎，这西瓜怎么没人要？哎，捡一个。 嘿，西瓜哪来的？捡的呀！你还挺会捡的是吧？你都不把车捡走的，掉在地上的西瓜你捡了就算了，在我车上也要捡，给我！哎呦我的妈！老板，给我来个西瓜，送到我店里。好嘞。啊？ 地上捡到的，哎呦我的妈！老板，这肉，哎，15块钱一斤，小伙子，你称多少？这个有多重？我估计4斤多，我给你称一下啊。4斤2两，称5斤看看。5斤是吧？我再给你切一块放上去啊。哎，5斤1两。 五斤，多一点点。5斤，正好5斤，75块钱，小伙子。我不要，我就看看5斤肉有多少。
他一减肥没瘦，我还长了5斤肉。哎呦我的妈！便宜点，70块钱你拿走。不要。不买，不买。来份那个肉丸子，那多少钱？5块钱两个。这也太便宜了，我不吃这个。这多少钱？这15块钱一份。来一份。哎，这个鱼多少钱？鱼20。我不吃这个的，太便宜了。来一份鱼吧。这鱼是不是有刺？鱼肯定有刺嘛。我不能吃鱼，我怕刺。啊、我抗议了。哎呦我的妈！我说你怎么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你想白吃的吧？你虽然没有顶我家的刺，但是这个碟子我得要人洗吧。哎呦我的妈！